格拉纳达是西班牙南部大城东安达鲁西亚的首府，也是曾经统治伊比利半岛的摩尔王朝的最后一个首都。1492年，基督教国王击退摩尔人，统一西班牙，格拉纳达是最后一个被降服的城市。摩尔人走了，却留下一座伊斯兰建筑工艺的精品——阿兰布拉宫。宫殿群里，喷泉水池，花园处处，有如置身天堂花园。花上半天一天在宫廷花园里走着，就像听着摩尔王朝的后宫故事。当地人 Teresa 说 ：“Welcome to Granada. My name is Teresa. If you come here, the best thing you can do is go to the Paseo de los Tristes Way. It's here.” And have a coffee there, look at the wonderful Alhambra. And also you can enjoy tapas. It's the typical food we have here in Spain and mostly in Granada. 旧城区的市集小路布满摩洛哥皮包、皮件、水烟馆。游人在阳光下的咖啡馆里喝薄荷茶、图汉纳彩绘，好像仍呼吸着往日阿拉伯市集的气息。入夜之后，阿尔拜辛的洞窟小屋中，吉他手拨弦，歌者吟唱，吉普赛舞者舞起弗朗明歌舞，有人释放着泼辣的生命力。一周刊不只是周刊，台湾一周刊免费下载全新 APP。